可以看见这一切真相的活人。叫你回来是有个案子让你接手。失踪了，失踪者叫安妮，在一家夜总会工作。失踪者经济情况很好，独居，长发，喜爱干净，有追求者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和时间赛，你每快上一秒，失踪者生存的几率就会大上一分。可是案发现场只有失踪者一个人的指纹，太刻意反而奇怪。没错，反向思维。最后这个女孩来过我店里和她男朋友。耳环是视觉的冲击，面霜是嗅觉的刺激。这些物品拥有者的男朋友都有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偏离了破案的正轨。怎么累了吗？人民警察这几个字真正的含义，为了这些去舍弃，我更坚信是值得的。